现在准备开工了。装点母蜂，很多朋友们都要母蜂。快点出来，快点出来！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哇，母蜂好多啊！这一堆土应该很大窝呀。再放一个桶桶，我拿两个桶桶来装母蜂的。这一窝大是很大，现在不知道饱不饱满了。把它拉出来了，现在哇，这窝很饱满，很漂亮。啊，这里还有很多母蜂。这一窝漂亮漂亮，收工了收工了。现在抓回来的母蜂又拿来泡酒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老罗，好久没吃到铁板了，搞个铁板来吃一下，王峰铁板的。今天有点不一样哦。点，这样点，你都说不好吃，那我今天来个不一样的嘛。拿油过来。啊，这个来做铁板有点丰富哦，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子吃啊。我也是第一次吃啊。开干。好的，开气先。别放油太多啊。嗯。哦，油这个不平了。是煎这种。这个很香的哦，火放小一点哦。好的好的。嗯，哇，这个又一种味道哦。哦，又有一只。哇，这个熟得很快哦。哦，嗯，很香啊。
快点快点，可以开吃了。嗯，好的。哎，那么香香把小月月也勾引来喽。月月，你也闻到香香了？啊？这外面有点热热的哦。哇，香极了，香极了，可以吃啦！我尝一只够不够盐先啊？嗯，快点，我都流口水了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嗯，哇，什么味道？没话说，拿酒过来！哈哈哈！叫老妈他们，快起了。月月，月月，你跟你爷爷就没有口福了？你还不能吃啊？啊？拜拜。月月，你跟你爷爷也来吃一点嘛，尝一点嘛，好不好嘛？干喽，吃不到。我拿点给爷爷吃。嗯，差不多了。快起了，快起了，快起了！哎，哟，这好漂亮啊！快乐的，姑娘呀，你烫不烫？快点的。进来嘿。刮得好慢的嘛，得好慢。那不要钱的，弄弄的。你看，不用干。弄弄干干。给他慢慢吃。嗯。来，你老爷来。来，你不要溜了，行吗？啊、哦，嗯，这个又是一种味道啊，香不香？很香很香，一只光脚一口酒，可惜老爸没有口福啊，他吃不了啊，嗯。